干，你们怎么帮倒忙啊？贪官为权为财，皇上到时候也得听钱的。孝子冒死状告报皇恩，我要见皇上。你今天能来到三河县大唐，朕实在是为你高兴。康熙大怒龙颜，杀狗官，最不可容忍的那就是贪，贪而必诛，绝不姑息。杀了狗贪官。康熙传奇，未来娱乐台精彩呈现。